这几天平安因为拉血，然后一直在治疗，然后去的那家医院呢也是已经花了2000多，输液输了5天，结果还在拉血。然后医生说这种情况严重的话会得什么胰腺什么玩意的，反正就是说的很严重。然后第一天去医院输液的时候就让我签什么病危通知书，我那个医院说你们不用那么吓走人，因为这个狗狗肠道拉血它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病哈，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，咱们积极治疗就行了。但是我在你们医院治疗了5天了，它还是在拉血，然后医生就说是因为我的问题，然后我就听得特别不爽，然后我今天就放医院了。宠物诊所，这个比刚才那个医院看起来小多了哈。然后我们去问一下，看一下医生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他拉血，拉血呀、啊？哎，已经输了5天液了，但是还是在拉。是啥子问题？检查没嘛？检查的，他之前是因为可能因为吃了骨头的原因，然后检查之后，我可以看一下检查报告吗？医生说再做一个普通检查，检查一下他的粪便和有没有虫，因为在那家医院是已经做过驱虫处理了。医生摸了一下，说他肠里面有东西，虽然前几天检查了，但是可能是在上面没下去，所以现在要重新给他拍一个片。现在又可以拉了，你站在那里，人家现在居然在人家门口拉血拉东西，可是，在人家门口拉。今天挺好的，不用捅肛门了，因为他有拉出来了。现在又要先拍一个片，拍片检查一下。那么大个狗吃一点点骨头也没得好看的。生了抽扎血扎一针。呀，咚咚咚。等待检查中，然后好多沙子哦，马上去。医生说要专门给狗换一种狗粮，这种是好钱一盒吗？100多块钱啊，一公斤啊，好贵呀、啊，公斤100多。那这吃了几天啊？吃一天就没得了。一天能喂个半只嘛？那就吃2天嘛。那4天呢？这个医院的门口呢，就是一个掏耳朵的，然后现在还在等那个平安的检查报告嘛，然后我就掏一个耳朵，掏一下，专业采耳，掏个耳等检查报告。你们那边有没有采耳？啊，现在在医院这边检查出来了，狗狗体内是因为有球虫跟弓虫。弓虫是吧？钩虫，然后是因为球虫导致了它肠胃出血，是这个原因，不是吃坏了肚子。好家伙，在那边医院输了5天液，也用了驱虫药。那现在是要这么给它治疗吗？现在我们就给它吃药，然后打个针。驱虫需要驱多久？球虫药的话，我们一般是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是每天都要用药是吧？需要到你这边来不？明天打个针，然后药应该用我自己喂就行了是吧？那那个驱虫药跟打针需要多少费用啊？平安，你干嘛啦？平安不叫。50斤，50.6。现在医生再算一下，他是看到别的狗狗了。平安呐，不要叫了，你过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过来。过来坐下，那边有猫猫跟狗狗，它一直在叫。现在先给平安打2针，消个炎。打2针消个炎之后，然后再驱虫。现在打针是这个用这个药啊？不是。这个是吃的。那不是，你现在驱虫的话都是打针打进去吗？不是啊，是吃的。那是打那个消炎止血的。哎呦，这么多吗？10公斤一只，一只一只半，不是10公斤一只。是我喂它啊。你喂的那个是。先打针，然后打完针再看一下费用多少。是嘛？打都没打吗？浑身是那么狗。可能是给你打的狂犬病啊，都有可能是吧？不一定。现在是给他拿了2盒这种狗狗吃的
粮食，然后一公斤的话是160，然后这个是去球虫的药，医生说每次喂，一只吧，我可把它藏到狗粮里面让它吃吧，不能吃，直接裹进去啊，这个药它有点吐，有点吐啊，你藏在狗粮不能吃，然后看一下总共是多少费用，一下就是890块钱，890块钱加检查费一起啊，所有的。你把明天的针药再给它加上去吧，看明天的直接打就行。打一针是60块钱啊。打一次打三针。一次打三针啊？950块钱。950啊？你们这个药能这个不是这个？这个没算。这个没算啊？这个还没有算啊？能不能优惠点嘛？我要介绍来的啊。你打个折嘛，医生。剩不到几千块了。1200七。1200七，你再给他省个0.9。打个九折，医生挺好，打个九折。1143。1110。好，电检是60，然后拍个片120，然后这个是查验证150，然后这边就是用药情况，然后总共是打个九折1140。好，这个是吃几天的呀？那个是1个星期，一个星期的啊，那我从今天就开始喂啊，肯定要喂噻。你先帮我喂一个嘛，我看看哪个喂的。现在医生在喂这个。不好吃，他不抗拒，直接就把它喉咙卡住。一天一只吧。你吃一只吧。你吃一只啊。蒙头吃哈。蒙头丝从好的开始喂嘛，你今天等会回去就可以去买了。再喂蒙头丝啊，这有个药店，过来买点蒙头丝，给狗狗买两盒，这个一次20块钱一盒，然后再给来一盒益生菌吧，然后补充一下。这个好几盒啊？68呀。